次是在 Win Adobe 在哥本哈根爬山，那么昨天我也有跟印度总局长沟通过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些新的 SOP 发给他们，所以告诉他就是所有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爬山登山的。那么自己是属于 MBBB 跟 MBSB 的，所以都可以了。有 Park Botanical Garden 还有其他的 Park Harbour Vision， 只不过是有这个 Vision Park， 他们安排在在维城呢，就是还是关着，因为之前他们是要做缅甸的，所以就关着。那么今天早上在 Botanical Garden 可能就是有点小小的沟通上的问题，那么他们员工上就没有开。所以早上六点多就有很多民众打电话给我或者 send message 给我，告诉我周末我今天刚才没有开，说过后我们跟官员了解过后了，因为下面的官员可能今天问那 shift 的没有收到，所以刚才7:45正式的开了。那么门店也是开，那么昨天跟总经长讲了，就是所有的登山活动也照常开了，只不过一些 bug 还没有开哦，就是Adam Dam、门光 Dam 属于 BBA 管辖的还没有开，那么在属于亚伯丹保护单案管辖之下的Taman Rimba、Jawa Tukun、Taman Negara 这些都没有开了。我们也有自信给保护单案，他们坚持还是保留没有开，可能是亚伯丹保护单案，但是这些是可能旅游景点还是什么的，他们有他们的因素啊，所以还暂时没有开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公园都开了，我们鼓励民众来这运动的运动者，需要遵守 SOP。